阮基坑嘛三天顺吼，因为毕竟伊是出水，伊是嘛属于大天顺手，哦，所以阮庙里挂大天顺手，因为拢有固定时间会出顺，南北顺。比如讲，伊有六年顺，十二是当顺，无一定，伊的任务无一定，有可能往南往北无一定。可是伊若要转来的时候，伊拢会先提早来公事单先禀报，互阮遮的地主讲，哦，某时某刻，阮的王爷，阮的主帅要转来啊。第一代基户的将军府是基户三千岁，迄阵古早伫咧即卖顶路头，哦，阮的古馆福心堂的时阵是。中军是基户三千岁，啊，因为伊过这个过程中，伊有升官，所以才变第二代何富千岁。啊，迄阵阮哥阿伯刷来，即马这个位置，这个就宋经这个位置的时阵是何富千岁。民国四十几年的时阵，刷官刷来，即马这个即马起庙这个所在的时阵，较由阮基户千岁去向上苍禀报讲，伊即马何富千岁嘛升官变千岁啊。哦，啊，叫三千岁嘛，变叫千岁的神龙官，所以欠一个中军府，所以较阮叫千岁较对上苍禀报啊来请即马的白虎将军，哦，就是阮即马白虎将军，就是阮今现任的中军府。啊，伫咧阮王爷公出巡了要回来的时阵，上早前就是阮的白虎将军即马即身。拢是伊去请阮的，伊中军府伊爱出门，啊去请阮的大千岁回来。是阮之前白虎将军啦，阮的王爷出巡要回来啦，啊要回来，毋知爱跟大家去海边来见啦。之前出阿金星啦，钓鱼的内底啦，有一撮网海水又钓到规个凉了，结果水质又歹到阮遮啦。啊，阮想讲啊，这出阿金星较有可能。都无安全啦，结果一个起来讲，身躯阁倒清气。啊，你伫海里内底咧水咧狂啊，啊，拢无安那到正个时已经拉八十年，我讲八九十年有啊。啊，迄阵的时阵，伊咧坐大架的时阵是阿哥共借大架，阁甲宝西经借大架。后壁因为伊是纸，我嘛是惊讲伊会毁损，吼啊，因为毕竟纸物件吼，你无法度去控制纸质一个材质的问题。后期较无，较慢慢啊，由阮的三千岁坐大架去接阮的大千岁、基友千岁回来安尼。近期来，阮的大千岁就是去年咱五月初五，哦，阮的基友老千岁回来，啊，足神奇的是，伫遐要出门前落足大阵的雨。啊，因为要出门前，我大家烦恼啊，咧关大挂，啊，无法度关落甲伤大，无法度。阮的主任委员，甲阮遮的委员，遮信徒，大家来点香，禀阮王爷公，甲阮的陈，阮的王爷公啊，安要去请基户老王回来啊。啊，你落遮大的雨，啊，要安那，大家无法度出门，也无法度关。香插落去，无五分钟，雨水停，时间带一十个时间出门的时间，就安顺利来甲咱。慢慢会当甲顺利甲安平啊呢，到海边啊时阵，阮的大架会先开咯，啊，甲阮的机件，哦，伊到照定位的时阵，伊就指定讲来，一支接一支神龙旗，伫对这个位置，船就是对遮落，啊，时间到，阮的机身甲阮的大架，拢会一动落去海里，甲阮的大千岁，阮的主公，甲伊请起来。先予伊坐大架了后，卡落去换做大桥，啊，对咱的海边啊，哦，啊，达达沿倒来咱故乡来。